行车记录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非常高兴的，今天是我们福特六合全新的酷咖的上市发表会。我们这全新的酷咖呢，最重要的就是在整体的安全配备，可以说是全面的一个进化。我们对全车系的标准配备呢，分别有七个安全气囊，以及我们电子式的手刹车，以及我们的这个 LED 的日行灯，以及我们投射式的头灯组。另外呢，我们全车系也以高强度的硼钢来打造。对于安全配备而言呢，全新的酷咖可以说是目前国产业界里面看起来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标杆，也是全新的一个领导者。这也呈现出来福特六合对于台湾这个市场的重视，以及我们对安全配备是毫不妥协的。另外呢，我们在这一次新导入的 EcoBoost 245的引擎，在马力的部分呢提升了到245匹之外呢，油耗也更进一步的降低。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导入了一个全新的引擎科技，是双涡流的涡轮增压。那这样一个高科技的配备，也是全球同步无缝接轨。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最新导入的 Think 3的智慧系统呢，也可以跟我们的 Apple CarPlay 做一个很好的连结。你有 Apple 手机的话呢，可以分别完全的操作 Apple CarPlay 功能在我们车子上。例如您要操作 Siri 也好，或者您要进行地图导航也好，都是非常的便利。总而言之，这次全新的酷咖，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发表呢，能够树立起台湾国产车市另外一个新的标杆。也希望各位消费者有空的话，这个周末可以到我们全省的展示中心来赏车。谢谢大家。